来点科学。很多人喜欢吃饺子，因为它不只是味道好，料理起来也相当方便。煮水饺时最重要的判断关键就是等水饺浮起来。为什么水饺熟了以后就会浮起来呢？首先，生水饺下锅后跟着水一起被加热，热水利用热对流将能量传入水饺，再透过内馅之间的热传导让整颗水饺热起来。根据阿基米德浮力原理，水饺本身的重量不变，但内部空气受热膨胀，体积变大，密度相对变小，水饺也因此上浮。不过如果水饺破了，空气不在了，就不能只靠浮不浮来判断水饺是生还是熟。